和99元的眼镜说再见。大家好，我是谢雷，是镜子。2000块的眼镜终于完工了，迫不及待，现在去拿货。镜子飞秒一年了，今天顺便来复查。镜子复查结果怎么样？双眼1.2，比我还要好呢。1.2，好像去年做完还没有1.2呢，是吧？医生啊，那双眼1.2算不算好？他两个同时看都能1.5呢。镜子1.5，你可以开飞机了。提货提货，迫不及待。我的那新眼镜在哪里？在这边。见证奇迹的时刻，看看这个2000块的眼镜，好像包装好像是好一点，和我这个99的眼镜究竟有什么区别？第一眼，让大家看一下。朋友们看看有没有区别，这个是蔡司的，好像看着外表区别不是很大，那我们戴一下。哇，朋友们真的是清楚了很多很多。能跟我说一下为什么吗？为什么同样是眼镜，而且我这个应该是才配了1年？因为你之前的这副眼镜是没有加散光的，这一副是把你的散光加上去，所以你看东西会更加清楚一点。对，我之前看东西就有阴影，现在这个没有重影，而且比较轻。对，因为你这副眼镜是纯钛的镜架。朋友们，一分价钱一分货，我觉得这个眼镜还是很值得的。就是我还有一个这个太阳眼镜啊，我开车戴的，现在一直很久没戴了，已经坏了很久了，现在我开车没办法，能不能帮我一起修一下？是吧？可以的。你看这个太阳眼镜修一修要多少时间？这个可能修不好嘞，因为这个镜片它这边开槽的时候给开断掉了。就做的时候就没做好吗？应该是。怪不得我开开车这镜片一直会掉下来。是的，会这样子。如果是我们这边的眼镜的话，开槽都是会开的比较完美的。和99元的眼镜说再见。大家可以去翻我1年前的视频，当时镜子飞秒刚做完是1.0，过了1年，现在恢复到1.2了，越来越好，非但没有减退，还提高了这个视力。这就是我选择在这里配眼镜的原因，品质、质量和服务，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。